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大飞，起床了。这个棚子里啊，还是比较暖和的。今天早上霜化的挺快的，就是化了一地水。我把帐篷先抄起来了，抄起来先晾一下哈，上面全是水，都是一些霜化了。把睡袋拿出来，正好有绳子呀，这边正好晾一下睡袋。等一会儿太阳再升起来一点，这里面就特别特别暖和。晾东西的话应该挺快的。现在是，9点多钟，还没有风，天真好。这里就是昨天晚上的露营地，一个水井房，水井房的一个小房子，旁边是抽水的哈。这边是，接水、洗衣服呀，干嘛的？现在冬天嘛，水都冻上了。旁边就是一个小村子，等会咱们去吃点东西，有藏餐馆开着的。没有风的藏北高原真舒服。这我放在这个保温袋里的，保温袋里也还不行。香蕉昨天新买的，冻成这个样了。感觉要放2天的话，肯定就冻坏了。放太阳底下晒一下哈，晒一下花霜把它吃了。昨天晚上还行，也不是太冷，零下16、7度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了一下手机，零下15度，现在应该开始升温了。他俩小朋友又过来了，来给你们香蕉吃，一人一根行吗？拿一个，哎，对。那还有一个棒棒糖，不吃香蕉就吃糖吧。那香蕉等一会再吃啊，就一个糖了，给你那个哥哥了，收东西了哈。小朋友太调皮了，硬生生把我三脚架给我掰断了，太调皮了，说也不听，别人的东西不要乱碰，懂吗？老实一点。太能闹腾了！走了走了走了！哦，老板可以吃饭吗？可以吃饭，有什么吃的？面条，多少钱一份？一片20。20。来一份吧。来一份吧。对，一份。来，多少？啊？一个吗？对，一个，就我一个人。好。和昨天一样的这个肉丝面。老板，有胶水吗？就是有哎。AB 胶。这种多少钱？10块。行，拿一个吧。没。这个。对。还有这个。这个到了到了。放里面。放。称一下吧。称一下。我还有。称一下啊，称一下就，坐吧。有，这一斤15。1斤15，好的。看一下啊。18，到了哈。行。好，再见哈。买点糖，路上防止低血糖，或者是吃点糖，或者是吃点东西，必须要吃点电一下哈。还有这个胶水 AB 胶，然后粘那个三脚架腿的。哎，出发。
去镇一镇，吃个糖。二十多公里吧，去镇一镇。又开始起风了，呼呼的。起就起吧。超市还挺大的，哇，都是大桶啊，没有小的。今天又完了，太大了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咋绕了，这个小瓶就行啊，大的带着也不得劲。三包泡面，然后加上一瓶油，放这正好可以。这里没有菜没有肉，要换一个地方。下面是菜市场，哇！哦，你们这蘑菇是这样的吗？嗯。有小的吗？少的。少的，你打开啊！你要多少？我就吃。哎，你要一点点就一点点，没事，徐的。那个再，多了我吃不了。啊，知道。啊，行。来，你想要多少就多少，没事。来一点点吧。够不够？哦，行。你放啥？我给。有鸡蛋拿四个，六块二十九，这个刚刚抽啊。对，鸡蛋二十九，鸡蛋拿四个吧。二十九，鸡蛋四个。嗯，多少钱？三十，三十三，三十三。好，到了，好了吧？哎，到了。再见。好，彩彩。五花肉怎么酱割？哦，我看一下这名字。看。那就割一小溜吧，割一小溜是吧？对，割这边吧。行，翻过来就从这边割。行，鞋子这边割好够一点。行，这溜吗？两天的就行了。哎，你看够不够？够。你看着来吧。行。让帮我切一下行吗？帮我切一下。切不了。对。如果你要切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动手。
三十五。我们这市场里面不让切东西，任何东西都不让切。不让切？对。行，那三十五我自己切一下吧。哦，可以。嗯，你自己切，想怎么切怎么切都行。对，没事。行，那我切一下省事了，要不然我这个不好处理了。咱是切肉的吧？刚才你是过来玩的？骑行的。骑行的？对。那你过年了？过年哪过的？过年在索取。哦，索县。在索县过的。对。嗯。老板，四川哪里的？南充的。南充的。哦，切大一点吧。切大一点，你再切一半吧。两天干好了。一个人吗？一个人。哎呀，有个同路的好友。哎，一个人就行啊。再见。行行行，好嘞。啊，买了这么一大袋子，够吃好几天的了。这个猪肉是24块钱一斤，然后菜的话，买了三样菜吧，四样，西红柿就不算菜了哈。配料，主要想吃蘑菇鸡蛋，这两天都有，今天晚上把它吃了。还有个馒头店，看一下。应该有馒头，还有饼。啊，就是甜饼，还有不甜的，有甜的有不甜的，还有巧克力的。哦，这是不甜的是吗？对，那不甜的。这多少钱？嗯，十块钱。十块钱。一块钱一份。哦，行，十个。我在村里面拉的。在村里拉的。嗯。行，就这些吧。够了吗？够了，谢谢了哈。嗯。就这些吧，那边还有半瓶。哇呀，买了一大堆东西。我去，这个车超载了，找地方露营。这小包子别让二零了。嗯，真好吃。刚才买包子那老板听口音应该是我们那边的，真像，我也没问。嗯，找个地方搭帐篷露营了。找到一个露营的地方，一个废弃的一个厂房，应该是看一下能不能露营。支管应该是什么工地上的。哎呀，厕所。感觉露营可以。完全很 nice 呀，可以哈，环境挺不错的，露营行，而且还在一个小村子的旁边。我看不见，我里面是个桌子。在大房间里露营也可以。哇，完全可以，有人在这露过营。
哦，不是，管子坏掉了，七八十年代的缝纫机，这老古董了，我家里还有一个，这个玩意儿，真是这真是老古董了。古董哇，还有一台电视机呢，这家人应该是搬走了，这应该是人家以前住的地方，只不过现在搬走了，已经废弃了。你看这个房间的设计，两间住的，然后这边是封顶的一个玻璃的一个小院，一个隔间。哇，可以啊，刚才那间咱们过去看了。行，就在这露营吧。我这还有应该是做饭的，这间应该是厨房。这是厨房，行，把那个车子推进来，推进来就在这露营了。今天这个露营地是不是很豪华？我把帐篷今天就搭这个位置，搭这个位置，早上起来的时候正好能晒着，是不是豪华露营地？今天就是。把这蘑菇弄一下，好久没有吃蘑菇了，今天晚上炖蘑菇呀。哎呀，刚买的鸡蛋就打碎了。碎了两个，我也是服了。先这样吧，等一会儿直接下锅。留一半吧，留一半明天吃。今天晚上很丰盛。把肉倒点水洗一下，还有西红柿，还有蘑菇。
热热锅倒点油。上来就翻锅，我也是服了。倒点油，全倒了。哎呀，倒了一地。煎的稀碎，来点盐，味精，西红柿炒鸡蛋粉，鸡蛋丸两个菜。今天过节，过节也没这么肥呀。这生活直逼小康，今天改善一下生活。来点辣椒酱，味精，盐，十三香。真香，开饭。就放锅里吧，就这样，也不往外倒。这里还有一个菜，今天晚上两个菜，肥。今天晚上吃这个饼，还是比较喜欢吃面。西红柿炒鸡蛋，
就是要有点米饭哈、啊，这两个菜就太下饭了，嗯。有点烫，这两个菜哪个菜都下饭呀，蒸点米饭是不是？菜没吃了啊，今天晚上留着吧，我把这个水倒出来啊，今天早上这一整瓶都全部冻上了，把这水倒出来，明天早上咱们下饭，哦不是，明天早上咱们下面吃，下面我估计要化冰，明天早上这个水不倒出来的话，明天肯定100%上冻了，除非放睡袋里暖着，正好这里还有菜，然后明天早上一起下。我得把这个水倒出来，全倒了吧。OK， 行，就这样，把这个水也盖起来。哎 ，OK， 这个煤。还是用石头挨一下，防止有动物进来，至少不要让那个藏獒进来了，是不是？今天终于能睡个早觉了，7:44，还不到8点钟，现在的海拔是4200。啊，今天什么不弄了，倒头就睡，明天早上起来。然后再收拾再弄吧，今天也不想弄了，最近两天就是没休息好，睡个早觉养养精神，接下来还要翻2座高山到那去，还有差不多100公里吧，行，明天见。